野一波野爆。你吃过让我觉得很丢脸，怎么样？你就是轻松玩，感觉很好。可是你有没有觉得这样一进来，一小段有点忙太快？他说这才是一开始，这是练习的路线。等一下还有重头戏，重点是我全身都一直在抖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一个错觉，就我以为进来可以去泡个冷泉什么，有人跟我说冷泉是热的，而且是会烫伤的。对，我请查好资料，不然就会像我一样跳进去。我去看一下。我现在越来越依靠肥肥。肥肥，然后肥肥就会说：“哎 ，Kid， 你那个东西怎么做？不然你去厕所尿尿，我把它弄成喷泉好了。”你觉得大家喷出来你会？打雷了！我觉得现在还蛮希望可以下一点雨的。我现在体感温度可能有43、44。要开始了！二七零！哦，风往这边吹，闪一点！推一点，推一点！好的！谁说喷三秒而已？凉的啦，是凉的哎，突然有种惊喜感哎。上了那么多课，我们期待的是什么？就是这种惊喜。我们现在要下那个国王温泉，现在在整理装备。我跟你讲，他那台车不能电发，一熄火就要一直踩。哎，当我看到那个车上有一颗我们刚爆来的西瓜，我好想吃它。我等一下就是一样要把西瓜放回他的家，吸饱了所有吸水之后，嘣，把它吃掉。现在有点飘雨。刚刚有跟老天爷讲说，我希望可以下一下下雨。你大概已经喝了四瓶水了吧？我现在还想再喝一瓶。我现在有水却要不到，因为冰箱已经绑起来。你要不要喝瑞布？瑞布，赐给我一双翅膀。这没有业配，干爹，不管怎样我都要喝你，因为我现在太需要你了。我真的觉得真的。等一下，干嘛？想抢我的西瓜，是不是？这是我的宝哦，西瓜是我命，好好护它。我现在连开门的力量都没有。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西瓜。我们把这个西瓜放在安全帽的袋子里面。以后大家知道吗？在野外，西瓜是多么重要的水分来源。我们今天一定是可以吃到非常棒的西瓜。我们现在在这个最后的比较像是道路的地方整理装备，因为接下来的都不是一般车子可以走到的地方。对，就我的车还有那个拖车，我们现在先把它暂时放在这。所以就全靠这几只大脚。三台吉普是三台越野车。等一下要直接过溪。你们要不要坐过来这里？我们来拍张照，分享一下钢琴的过程。我刚刚那样是小儿科，是不是？对，超小儿科。又慢。我真的觉得好好玩，不同的体验。没想到那种地方也可以有摩托车可以骑进去。所以你们真的就是因为喜欢骑摩托车那种刺激感才来接触这个。该不会是重机界女神，然后我却都不认识你，然后我还没说什么，我今天就是跟他们两个学习一下，等一下要进入我们大魔王。现在怎样？你的一副刚睡起来的样子，好舒服、哦。你刚是在睡觉？我很认真在拍。你有没有偷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们这边的画面也拍超帅的。你确定？真的，来回放，不用回放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骑过去吗？可以啊。我都骑过去了。可以。我都骑过去了。你说，等下有速度，你不能骑的。最娇女神，最娇女神。可以的，你可以的啦。你站蹲，你站着骑，有速度，你不要骑。空拍机卡住了，怎么办？空拍机卡住了。我跟你讲，可惜我的空拍机只有你可以飞。没有，就是飞空拍真的要注意环境。但很常这样子啊，我也会这样。各位，因为刚刚我们空拍机卡在树上，然后目前看是可以勾得到的地方，但是270不太够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们有比270更屌的东西，叫做510。大家把这个打开，然后去救空拍机。来，我们交给 Benny 来把这支510生产。我们不能失去它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多重的防护的准备。第一个，我们是要用这个510去用绳索的方式把它勾住，但是为了怕说太重它会断掉，
所以我们下面呢又要做一个围网，去把它做一种捞捕的动作。好，来哦，王子来了，王子来了，王子来了，来拉一脚，来，来一脚，来一脚，狗狗要不要拉？拉拉岸上的就可以。好，我拉岸上，我拉岸上。来了，来了，慢慢，慢慢，你可以勾就勾住，勾住，勾开点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！为什么他刚刚会熄火？因为他的空滤吸到水。哦，哎，真的全部都水。哦哦哦，好多水啊！然后往前推，让它排水。请问一下，这个状况是你们常常会发生的吗？对，没错，就是要把水全部排掉。哎，我觉得 Benny 好像很后悔带我们出来玩。刚才经过空拍机事件，不到三分钟就又出包了。重点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。哎，你甘愿来？我跟你讲啦，你买这些东西就算是玩具，没有我们在帮你玩的话，你放在家里你也孤单。啊，你在家里过了个 holiday 啊？他小孩不叫 holiday， 好阿姨。怎么有鸡腿？还是热的？为什么是热的？竟然还是热的，但里面有一个热的鸡腿。你到底是有多爽？热的，砥砺千辛万苦，然后大概一个多小时把车修好了，然后想要出发，现在已经四点多快五点了，天快黑了，所以我们要赶快就是前往目的地出发。我还不错吧？可以吧？我只是想告诉你们，我们在这边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艰辛万苦，每一个都是要去克服，要先勘察。真的没有专业的人带，真的没办法。真的没有吗？除非你就是自己用背包走进来，不然这地方是打不掉的。你刚烫到？对啊，我现在泡洗水。我刚在那边起步的地形不好，没有动力，然后摩托车倒下来，整条排气管压我的腿上。幸好他有做那个防烫装置，加上有穿这些东西，所以安全真的很重要，真的不要 TK。这个就是防烫的那个东西，但是还是会烫。可是真的已经减少很多温度了。我真的很认真，各位，岩礁部落真的是想要给大家就是前所未有的一些画面。或许很多大型的节目已经做过类似这样子 flow 的东西，但是我们就是靠我跟柯奇，我们很努力的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呈现一个优质的 vlog 给大家看。我不知道真的结果怎么样，但是我跟柯奇一直相信说，我们只要拍下去就对，继续拍下去啊！也很感谢这些朋友，他们全部都是一起相挺。来了，我们第三台车也来了。我辛苦了一整天，终于要帮我了，是不是啊？潘潘，你复活了是不是啊？等一下我的帐篷谁要搭？我搭。好啦，加油咯。平常都是你 carry 我们，现在换我们 carry 你。我 carry 你的时候，你有感动吗？废话，当然。你有放在心中吗？你有摆。现在大家非常认真的在搭我们等一下晚上要在这边录影的东西。我们现在正在搭天幕。好了，没声音的部分，我已经想办法用事情解决了。就是我现在只会用这个麦克风讲话。你在干嘛？帮你搭帐篷啊。认真呢，哎，搭好一点，我不要睡在那个什么石头上面哦。我们去看一下别人，这天幕也太大了吧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帮上什么忙，因为我手真的是快要废掉了。哦，开始了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统神在干嘛。我一整天都没看到他。我今天是二厨，听说你今天准备的东西吃的是蛮屌的一份。我们那个主厨，没有，我也是三厨，不管几厨，我就是要吃到饱。可以啊。今天每个都神了，我真的是觉得要快要疯掉了。大家记得我们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吗？西瓜，开心的源头。对，所以我们在做冰箱，利用吸水的温度让西瓜降温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的西装的冰箱已经做好了，今天把这个西瓜倒去冰浅，超浅。你会在碧海蓝天。都有时间
富村长广播，富村长广播啊！因为我这次跑到村长室这边玩，然后突然看到了广播，就来播一下。副村长在这边跟大家工商服务一下哈，各位村民，你们一直在问，一直要的野人梯，还有野人的 glass， 在等等影片结束之后呢，就要开卖喽，连结就会在布告栏上面哈，大家快点快点啊，不要在那边买不到又怪我们，赶快赶快啊，赶快去买，赶快去买，广播超好玩的，有 echo 哎，谁在那边乱玩广播啊？先不要走，我想真的，因为今天呢，你们有一个开心的事情要获，就是没有客气，不要走，没客气。代班主持人吕教练，哎，你不是主持人，你不是吗？你是我们村落的吉祥物，吉祥物，对，吕教练。副村长是直接被我们踢出去的，训练了八周之后，我发现他身材不但没有变瘦，然后反而是越来越胖，对，越来越宽，对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把他剔除在外，这不在我们的课程范围里面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已经训练到第八周了，然后今天是第九周，今天很特别，是我们这个跟 Nike 合作的 NTC 的这个运动最后的一个一周，我们会邀请一样是俊教练，还有我们就是每一周都有参与练习，对，参与练习的这个粉丝们，对，就在旁边好不好？来来来来。直接进来一下，哎，一看就觉得好像对，比我们还像教练嘞，都这样。其实我们被训练。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跟你说，就是你们两个真的有认真在做前面。只是打开 APP， 然后就放在旁边。有练有练。那我先问你们好了，七周这样子，就是运动完之后，你们有觉得你身体上有任何的变化，就是有变比较健康，或是肺活量比较好等等？都好睡，这很蛮重要的。肺活量真的。那你有没有因为这八周就运动完之后，你就想说啊，好了，那就不要再运动了？你还会继续运动吗？不会，就持之以恒，对不对？对。不要因为这个九周，然后大家就很认真运动，然后为了拿一些那个干爹的小礼物才运动，好不好？要继续做这件事情，一直运动下去。而且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教练要来现场，我们要至少做给他看，在他面前，对不对？要让他觉得说我们是一直会运动下去的，俊教练。哎，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很适合做一个拥抱，对，好不好？真的是要做拥抱。OK， 俊教练，我们今天要做今天的很挑战，没有想问说就已经结尾了，可不可以就是放松一下，不要那么累，就大家都有点是 happy ending 的感觉。你觉得观众会想要看到我们那么累的做一个结束吗？我们可以先挑战完，然后我再教你们怎么放松。哎，你知道我在花莲的时候，就去跟我妈一起看别人骑到部落，然后就我妈在看你的时候，因为你在举我的时候，我妈说就站在那里嗨这样子，然后我说啊，我就介绍给妈这样子，然后我妈说这个女朋友不错的意思，然后就可以好好那个放松放松。剪掉，反正就是那个，我妈说你还蛮漂亮的这样。谢谢妈妈爱我。对对对对，爱要及时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大胆的说出爱，怕会有点来不及。对，爱你。谢谢。今天就跟我们的粉丝，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有毅力，因为他们真的是七周完全不间断。有人要七周看我们原来七号部落都有点难。对，这是真的。对，更何况他们是七周不止看，然后还跟着。好吧，我觉得最厉害还是吕教练，明明就不是村长、副村长，他可以七级里面这占五级，后面还大概还有三级都会有我。对对对，好啦，来来，开始运动，开始运动。因为这个课表呢是叫超级四，然后基本上里面的动作都是跳跃为主。如果等一下你们觉得有点想吐，或者是眼睛前面有一片黑，对，你们可以自己就是不要跳，你们就是用走的。如果身体有什么不适，一定要通报，因为我现在会晒出我满满的爱，我知道说会觉得你。我就会来关心你，爱要及时。那我也会先从慢速的教你们。第一个动作是原地小跑，基本上原地小跑的重点是往下踩，所以我们先练习单脚踩，右脚踩，左脚踩膝，好，再换脚，好，再换脚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休息。每一个动作结束之后呢，就少跑步，又怕你们停下来会太喘。然后第二个动作呢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阿妈，在那边看那么少，你刚才在跟我。对，你的换运动服嘞。对啊。不会不会不会，就直接在这边好了，好不好 ？OK 吧 ？OK 吧 OK 吧。运动量怎么样？还不错，可以。我觉得应该是给你。太可以。然后接下来是单边的抬，然后换脚，换，换，换，重点是往下抬哦。二，一，好，休息。哎，其实我觉得好像不累，真的。还有两个耶。对不对？俊教练就是会给你很多 surprise， 就是说，好，今天就结束了哦。他说这样。教你们怎么样去让你的身体一起参与这个动作，对。
推你的大腿，所以你在推的时候我是拔不开的哦，上面的脚筋哦，我拔不开哦。你可以就是单边跳换，你可以另外一只脚是踩地的，不一定要离开。那如果你可以再挑战离开手推，然后我们再换五次哦。再回来跑一次刚刚的台，我们不要用手，但是去想象刚刚的力量还在，这边会比较简单。换。我真的觉得动作不是动作是完全错误的，因为可是教练刚刚讲是要踩，不是提的。哦，好，再一次，再看。这个感觉不太一样，踩。有啊。好，踩。不太一样。教练说蛮好的。对，因为踩就是不一样啊。应该是要没关系，你慢慢适应。对，是我就可以，然后膝盖碰到我，然后给他一个范围，然后就两个人，然后你做完之后就换我，这样。对，两个人的话可以做。两个，我跟你，然后两个人。来。为什么脚会一直这样开？我们等一下往侧向的移动，因为其实大多时候我们都是做矢状面，但其实我们讲过，就受伤的时候都是从侧面来，所以侧面的力量很重要。我们一起往右边走，重点是外面那只脚踩着收，外面那脚踩着收，回去喽。如果你想挑战更多，你可以手碰到地板。我们现在是左脚，右手碰到地板，踩收。吼，这个多的动作整个难度都多一些。对，踩，两只脚膝盖都弯哦，再走。我帮你觉得可心来是对的，他来都是拖累我们的这个进度，我觉得今天进度也不错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是做慢的，前前后后两下。这边有一条绳子，一条隐形的绳子，我们要跨过那条绳子，前去后，前后，真的要跨过那条绳哦。现在去想象你的手捧着一大堆橘子，不能掉哦。过去，背绳子，回来，背绳子，走，过去，回来，过去，回来，上过去，回来，开始。谁？他。怎么？打死我！你是不是睡西装裤啊？在骗呢？对，就是这样。我找到那个感觉。对，小腿蛮酸的。对，其实很多时候在跳跳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放在小腿。我们是用你的整个大腿把脚抬起来，而不是脚尖尖。这件事情很重要，因为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跳，他会觉得他很厉害，但实际上他都是用他的小腿，没有用到他其他地方。所以重点是你能不能参与到全部的肌群。对，我觉得真的是流汗的，而且我是抱着绳子。柯西，你与我们同在，妹妹，麻烦帮我放一张柯基的大头照在这里。好，接下来最主要的课表是在做敏捷跟反应。然后现在想象你现在是一个很紧的铁管，所以当我们今天往右边搬的时候，快速的它就会回来，你只能回到这个形状。来喽，往右边搬，右回。好，仔细看哦，我在往右边搬的时候，右边的两个脚尖都是朝向右边，过去，回来。不是跳，如果是换的话是换，而不是跳。就像刚刚我讲的，不要用太多小腿。如果我一直跳的话，小腿会很酸。Okay. 所以换的时候很像是剪刀瞬间咔嚓来喽。所以膝盖离开5分，准备喽，换，停住，呼吸，两只脚平均实力，身体再深一点。好，就行。还有几次？好，我们。十秒，十秒，十秒。身子太重了，我们换一点的。换那个了。先做小的，把力量放到右边，右边脚蹲，左脚跨过去，好，左边跨过去，重心压低，右边，好，我们下楼咯，下楼。好，接下来是看看另外一脚腾空，一样哦，这么低哦，右跨过去。
左侧胯，右。哎、欸，不然做错不要跳。我发现我不是要跳的啦。还可以继续吗？我觉得应该是。好，那我们就换下一个。差不多的这个动作，如果强度再高一点，你可以试着挑战手肘去碰到你的膝盖。对。可能他是蹲这么低。哎、哦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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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做一次。准备喽，我们不要撞在一起，我们会一起去右边哦。来喽，右蹲，左蹲，欸、右蹲，左蹲，手肘去碰到膝盖，膝盖右蹲，左蹲，右蹲，左蹲，最后右蹲，左蹲。好，休息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很简单。这个动作呢，打开就回来了。我们先从这边回来开始，开就回来喽。开，回，收，收的时候很像你从这里脚跟有个拉链，脚跟起来。拉链拉到最高，大腿内侧全部都关起来。好，先打开，开，拉链拉，拉好，对着脚板，对，马上合起来。还好吗？会晕吗？对。好。所以现在你看起来比较训练过七周的哦，直接中间走了。接下来是跳，刚刚我们是用右脚跨过去的，但是我现在用跳的，用你的右脚去带，右脚带着自己，很像现在去想象你受伤了，用右脚去走，右脚拖着你的左脚走过来。我们先做这件事情，蹲低，接下来这个动作呢是交叉步，一样从这边开始，不累不累，后面的脚一前一后，一前一后，一前一后，然后回去的时候用外面的脚再夹回来。OK。好。OK， 好，休息。这我喜欢。这个我喜欢，这个在拉拉筋。这个其实是练反应，因为通常我们在要跌倒的时候，往往不是在我们平常熟悉的状态，可是哎不小心跌倒，另外脚就接住，这是反应。哦。对，来喽，最后一个动作。好，这个动作。那如果跌入爱情陷阱怎么办？接近没败。好，接下来。接近没败。接近没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往前冲，再回来。重点，这个是多了一个比较不熟悉的，叫做往后跑。所以我们速度是慢的，你们两个先，然后你们三个在后面。往前的时候呢，碰到回来，重心压低，用你的脚推，脚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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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懂我意思吗？往前很简单，你们都会。来喽，准备喽，往前 go。推，再推，再推，好 ，OK 的，好，结束啦。训练还蛮好玩，是因为不能在他面前出糗，所以反而会激励你。你又可以都一直来吗？都我扛。你扛什么？你这么做烂死了。对，有认真做七周的那个训练吗？没有军教的，就是会偷懒。他意思是他是外带军教的。有上过军教的课吗？没有，可一直想想。会想对不对？但是他好像只要一开课就会被爆掉，就直接秒杀。可以可以，我可以帮你们开。哦 ，OK， 今天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那我觉得还能做 ending， 其实有点感伤，因为我们等于说要跟俊教练说再见，说再见。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结束，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有心想要运动的话，欢迎各位村民们可以去找俊教练报名，他一定会有开课，然后会专门针对你想要训练的课程去开课。其实也可以看在 NTC 的课表里面也非常多，里面都会有一些示范动作。开始做 app 这件事情，你要先了解自己需要什么。对，因为很多人进去就说哦，大家都在做这个课表，所以我也跟着做。其实现代人需要做的其实是活动度跟运动放松，或者是只是五分钟、十分钟的瑜伽都好，找到自己适合的，然后练习规律，一个礼拜可能有两次，或者是每天中午就五分钟、十分钟，养成这个好习惯就可以。那如果你有问题，你就可以私讯问我，没有关系。像那个我们的凯西，因为他本身是 SUP 教练，那如果是像他下盘要平衡跟稳定的话。核心，所以其实比如说各个专业运动里面，都其实还是要从 NDC 开始做起，把一些基本的训练做好。因为像市面上有非常多的 App， 或者是 YouTube 上面有很多的教学影片，但其实我个人是直接只推荐这个东西。我也只推荐这个东西，因为它的专业度真的是最高。里面在动作示范都会是运动员、专业的教练。那现在已经算是训练到第九周了，等于这个 NDC 的这个课程正式的跟大家说再见。对，所以我们要分开了，有点舍不得。依依不舍，舍不得。那我们就用一个拥抱来作为这次的结束吧。各位，认真运动，认真运动，好不好？规律，规律。大家来，打包一下，打包一下。拜拜，拜拜。